主子，再往前走，就要经过进门了，就在这里看看。朕给你念首唐诗，你猜猜，朕说的是谁？奴婢不一定能猜得着，奴婢要是猜不着，主子可一定要告诉奴婢。 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唐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哼，主子也太小看奴婢了。这个人说的是李广。 李广还用你猜吗？主子，您是不是想起胡宗宪了？严嵩父子他们不争气呀，弄得朕连胡宗宪这样的人才也不能用了。 他还在，于大猷和戚继光他们，早就把福建和广东海面的倭寇缴了。今年那几百万两军饷也就省下了，丝绸、瓷器，还有茶叶，早就可以卖到西洋去了。 朕有个想法，等修好了这两宫两关，就让誉王继了位。朕一心选修，你说说，朝中这些大臣。 还有那些封疆大吏，谁能辅佐誉王？回主子，这话奴婢可不敢答。朕也不怪罪你，着实回答就是。奴婢着实想不明白，不是怕主子责怪。是啊。 连朕都迟迟下不了决心，你又怎么能想得明白？我大明朝这么多文臣武将，可朕能留给后人的又有几个？
现在就打誉王的主意了，甚至把主意都打到朕的孙子身上了。你们的事了，都歇着去。快点，这些呀，都让冯宝一个人搬。哎呀，你们，是放在那儿。还不搬呢？站在这里等过年呢？啊，快点！哎，打一下，快点！你不是有能耐吗？啊，怎么连一根木头都搬不动啊？快点，快点！就这样还想着将来进司礼监做掌印的太监啊？啊呸！我再数三下。你要是搬不动，就把这根木头给我啃了。一、二，快点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想吃别了，快搬！哎呦，好！来，这边，你干什么？快点搬！主子，奴婢得下去管管了。管什么？那冯宝纵有天大的罪，可他毕竟伺候过几年世子爷。要责罚，也轮不到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来管呐。快点！那个奴婢是陈鹏的奴婢吧？是。走，快点，打起来。那就别管，你斗不过他。快点！帮一下，帮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！放哪儿？快点搬！小心血！放这儿吧。往后你不要太直，也不要当面去和陈红顶嘴。朕这是为你好，今后能杀陈红的，大约便是此人。一、二、好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应该是他们来了。主子，谁？谁来了？朕带你来就是想让你看看，我大明都是些什么官员。再看看陈红的厉害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要谋反吗？我大明朝只有死谏之臣，没有谋反之臣。我们有奏书要直呈皇上。尚书有尚书的路，先交通政使司，再由通政使司交司礼监，这点规矩都不知道吗？我们参的就是通政使司，还有各部衙门的堂官，还有内阁。这个奏书我们不能交给他们，请公公将我们的奏书立刻直呈皇上。请皇上大见，请皇上大见。主子，主子，咱们先回宫吧，啊。今年多大了？啊，
主子知道，奴婢今年40了。主子今天在这里要是惊了驾，可不得了啊！奴婢得立刻伺候主子回宫啊。请驾。景家的事儿你还没见过呢。35年了，那一次跟朕闹的人比这一次多得多了，好些还是大学士，朕一个人对付20-30人，哼，把他们全杀下去了。李芳当时就在朕的身边，可惜你那时太小，没遇上。主子，住嘴！再说一句，你就下去跟冯宝扛木头去。该徐杰和陈红他们出场了，仔细看着。往后给朕写实录的时候，把今年看见的都写上。朕没有惹他们。是他们在惹朕。是。没有做好，对不起列祖列宗，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你们，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。可事情总得一步一步的去做，这个时候大家不应该到这里来，惊动了圣驾，你我于心何忍？徐阁老，这些话你们内阁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，不知道阁老说的一步一步去做要做到什么时候。圣上把大明江山都交给了你们管，北边抵御鞑靼，南边抗击倭寇，都没有军饷，那么多流民灾民，仅在顺天府这几天就倒卧了1000-2000啊。你这是夸大其词，危言耸听。谁说南北没有拨军饷？哪里就至于饿殍遍地了？一早户部就接到了大兴宛平有饿死的百姓，我们便立刻动用了通州的军粮，派人赈济了。这些你们难道不知道？户部是欠了你们的俸，不也是一点一点在补发吗？我们内阁几个人今年都没有领俸禄，还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？白天我就跟你们说了，高大人也跟你们说了，欠发的俸禄一定想办法在明年开春给你们补齐。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呢？明知给皇上修的宫观立刻便要剪彩竣工，大过年的吉日，你们非要闹得皇上过不好年才肯罢休吗？我们不是来闹欠俸的，没有钱过年，我们喝口粥吃口白菜也能过得去。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向皇上奏明实情，让皇上问问你们这些内阁大臣还有各部堂官这两年到底在干些什么。陈红在哪儿呢？回主子，东厂镇抚司好些人都来了，只是不见陈红。过了年就是嘉靖45年了，
你们有些什么方略能救我大明的江山社稷和百兆天下臣民呢？回话！回话！回我们的话！回话！回话呀！知道他去哪了吗？奴婢哪里知道啊？回话！就在朕的脚下。回我们的话！陈公公，幸好他劝不走他们。谁让你劝？轰啊！是。他在找，找朕下旨。他好大开杀戒。陈公公，轰都轰不走啊！他们非要见主子万岁爷。主子，徐阁老他们给百官们下跪了。主子万岁爷在清修，请旨已经来不及了。都听好了，冲出去，打！是。参陈红，主子容奏。参他什么？未曾请旨，毒打百官，这是僭越。他为什么要毒打百官？百官有错，无非是对徐阁老他们有所不满。上个书，也不至于遭这样的毒手啊！主子，你呀，太老实了。他们这不是对徐阶不满，也不是对内阁不满，他们这全是冲着朕来的。陈虎，叫他们别打了，快住手！无非是因为朕盖了几座房子，想养老。严世蕃在，他们敢这样？朕用陈红，就用在一个狠字。要是连陈红现在都没有，我大明朝立刻就会翻了天。现在应该明白，朕为什么要李芳到南京去？我们是为了摄政。你再不住手，干脆连我一起打好了。为了国家，为了摄政。这样的事，李芳不会干，朕也不想让他干。罢了。寡水的能照出人影，每锅再加五斤米。加米，让开！
让你们加米就加米。海主是海大人来了，叫他过来。不用叫，我在这儿呢。海主事，这么多死了的百姓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眼下正在安排人，准备挖一个大坑做义冢，一处埋了。还有这些活着的人，现在算是有了碗粥喝了。夜间他们睡哪儿？我也犯愁啊，这么多人哪有地方让他们睡啊？那就让他们冻死。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粥棚不设在城里，让这么多人大雪天待在城门外，这不就是想让他们冻死吗？那这么多人进了城如何安置啊？你住在哪里？你的家人住在哪里？是不是住在城里？你有地方睡就没有办法安置这些难民吗？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怎么说话？朝廷把大兴县交给你管，大兴的百姓就是你的子民。你让你的父母，让你的儿女住哪儿？粮食我给你运来了，不过我还可以向户部去要。从现在开始，要是再冻死一个人，再饿死一个人，我向朝廷参你。那您海大人给我出个主意，要是您老来做这个县令，该如何处置啊？把你县衙腾出来，县学也腾出来，还有那些庙宇道观，还有那些大户人家，能腾出来的地方都腾出来，让难民住进去。有这个规矩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在淳安、在兴国当知县，都是这个规矩。吃了这顿粥，把粥棚设到城里去。就真的起不来了。等喝完了粥啊，大家都住到城里去。啊，你们这个县太爷呀，给你们安排了屋子。听我的，乡亲们，都起来吧，都站起来。站不起来的，请大家都帮一忙。
汝贤回来了。啊，母亲。汝贤。母亲，儿子不孝，没能陪母亲在家过年。哎呀，你怎么脏成这个样子？快去烧点水，做点吃的，洗洗歇着吧。不慌不慌，先扶阿母坐好，我们给阿母拜年。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快扶阿母坐好。阿母，来吧。来，儿子，儿媳，给母亲拜年，祝母亲长寿百岁。好，汝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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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，汝贤，汝贤，快醒醒啊！今天见的及时，总是不能上合天下。御驾迁居新宫的时辰定在嘉靖45年正月初五酉时末刻。整个白天还冬日灿烂，一入夜便突然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。殿内殿外这时都在等着酉时末刻的到来。奉驾的官员饱受寒苦还能忍耐，琢磨不透的是皇上的心情，到底像白天的冬日，还是此刻的风雪？何彪都在这儿了。回主子，都在这儿了。再也没有了。奴婢糊涂，只记着及时起驾，竟将这件事给忘了。徐阁老送贺表来的时候，就吩咐奴婢转奏皇上，因担心每个官员都上一道贺表，太过劳累圣上，就吩咐让六部九卿部衙各只上一道贺表，既不让主子太过劳累，又表达了我大明所有臣民对主子的一片钟爱之心。每个官员上道奏书不怕劳累了朕，每个官员上道贺表倒怕劳累了朕。无非是看朕盖了几座房子心里不满，不愿意上贺表罢了。放心，徐阶用这个话来蒙朕，你也跟着蒙朕。主子，主子是天下的君父，君父有了安居之所，天下的臣民就都只有欢喜的道理，哪能如此没有天良？大吉大喜的日子，臣子和奴婢们都欢喜着呢。主子是仙佛降世，应该生大欢喜心才是啊。安德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呜呼！何时眼前突现紫雾？乌鲁独破兽洞，死一族。主子，大吉大喜的日子，闭嘴！
站好了。天地及时良辰，奴婢恭请主子万岁爷起驾。出去宣旨。黄公公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啊！上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预籍四十有五年矣，敬天修身，卧不过一榻，食不求五味，服不逾八套，紫禁城广厦千间，避而不居，此天下尚有无立锥之民也，故迁居西苑，唯求一修身之所，以避风雨而已。奈何见一万寿宫、仁寿宫，竟遭天下诟病，百官竟无一人上贺表者。且已也有恶殍，官有欠奉，千怨于朕。朕之德薄，以至于私乎？朕将百官、两京一十三省百兆臣民托住而内阁及各部有司，前因严嵩父子及其党羽天下为私，贪墨而害民，今而徐阶等大臣举止无措，迟蹰而误国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公一人而已。百官构朕，朕其病也；民有恶殍，朕其忧也。万寿宫、仁寿宫，朕尚忍居之乎？昨儿徐阶等人会同誉王，筹议良策，安我大明，救我百姓，天下一日不安，百姓一日不宁，朕一日不迁居万寿宫、仁寿宫，今自臣徐阶等视为内阁举止无措，
踟蹰误国，上疑君父之忧，臣等愿受天谴，扶起我圣上，龙驾千驹，万寿宫仁寿宫，一步臣等不可获恕之罪于万一，不然臣等万死难安呐！主子万岁爷，奴婢求您了，一家团结吧！准备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把家里的棉被都拿来给他盖上。快去拿棉被。再拿个火盆来生一盆大火。哎，阿根，阿根，哎，去到厨房搬火盆搬炭，快点。是。他今年五十了，从来就没有这样，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太夫人不要担心，罡风兄原是个极阳之体，本身极能抗受风寒，可是骤然到了极寒之地，由于几日几夜不食不睡，极阳尽而极阴生，风寒侵入了肌骨，因此才这样。你说的我听不大懂，我只想问，要紧吗？哈，有我在不打紧。先发出一身汗，再准备一碗热粥喝下去，我再慢慢给他调理。啊，厨房有粥，我这就热去。好。哎，太夫人，我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。王大人，你帮我陪着李太医。慢点。来，给我。谢王大人。不够，把家里的被褥全都拿来。家里就这床被子了。嫂夫人，嫂夫人，万万不可呀！你是有身孕之人，切不敢受了风寒呐。去陪太夫人吧，这里有我呢。好了，嫂夫人，你要是再病了，伤了肚里的胎儿，我也没办法救你。听王大人，去厨房帮太夫人。阿根，哎，赶车回去，油盐柴米还有被子都搬下来。是。
刚峰兄如此清寒，我这个做朋友的没有尽到心呐。啊，不会有什么大碍吧？难说，身病好医，心病难愈。刚才跟太夫人，我只说了一半的病因。刚峰这个病，多半是因心病而起啊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他待会儿醒了，你问他好着急，好好养伤。我是奉皇上的旨意来看大家的。是看海。